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处理讨论事项第二案，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案定于11月29号星期二上午协商，我们做以下决议，协商后提出本次会议处理。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三案。会计师法第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财政委员会于105年11月17日举行选定委员会议，由王召集委员荣章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中主请提案委员王荣章注明提案要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李主任委员瑞昌列席回应委员提案，并答复委员质询外，另一邀请法务部派员列席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旨及主管机关首长回应委员提案并进行询答后，旋即进行协商，经充分讨论原完成审查，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王召集委员荣章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王委员荣章补充说明。王委员荣章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会计师法第六条，请宣读条文。第六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会计师：一、曾有诈欺、背信、侵占、伪造文书，或因业务上犯罪行为，受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告确定，但执行完毕或亦不知执行而赦免已满3年者，不在此限；二、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三、受破产宣告尚未复权；四、曾任公务员而受撤职处分，其停止任用期间尚未届满。五、受本法所定除名处分，以充任会计师而有前项各款情事之一者，撤销或废止其会计师证书；但因前项第一款至第四款规定，撤销或废止会计师证书者，于原因消灭后，仍得依本法之规定，请领会计师证书。宣读完毕。会计师法第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六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会计师：一、曾有诈欺、背信、侵占、伪造文书，或因业务上犯罪行为，受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告确定，但执行完毕或一步之执行而赦免已满3年者，不在此限；二、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三、受破产宣告尚未复权；四、曾任公务员而受撤职处分，其停止任用期间尚未届满；五、受本法所定除名处分，以充任会计师而有前项各款情事之一者，撤销或废止其会计师证书；但因前项第一款至第四款规定，撤销或废止会计师证书者，于原因消灭后，仍得依本法之规定，请领会计师证书。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会计师法第六条修第六条条文修正通过。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四案，立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案经第二会期第10次会议决议，交由党团协商，现已完成协商，请宣读协商结论。立法院党团协商结论，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1月22日星期二10时至12时，地点群贤楼会101会议室。协商主题：协商并案审查时代力量党团及委员李坤泽等17人，分别拟具立法院组织法第3条及第5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徐国勇等23人拟具立法院组织法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以及委员王荣章等25人拟具立法院组织法增订第15条之1条文草案。协商结论：一、第三条
条文照审查会条文通过；二、第五条予以修正；三、委员王荣章等25人提案增订第15条之一，照审查会不予增订；四、本案在院会进行二读前，请公报处先行征询现有转播国会议事之商业电视台有无继续无偿转播意愿，如需动之预算，应依政府采购法规定办理。协商主持人：段宜康、林德福、周成秀霞、高露宇用巴吉拉、廖国栋、刘世芳、吴秉睿、柯建明、江启臣、徐永明、李鸿钧。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以上协商结论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本案逐条讨论时，竟依协商结论处理。立法院组织法，请宣读条文。第三条，立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立法委员互选产生，其选举办法另定之。立法院院长、副院长不得担任政党职务，应本公平中立原则行使职权，维持立法院秩序，处理议事。宣读完毕。第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五条。第五条，立法院会议公开举行，必要时得开秘密会议。行政院院长或各部会首长得请开秘密会议。除秘密会议外，立法院应透过电视、网络等媒体通路，全程转播本院会议、委员会会议及党团协商实况，并应全程录影录音。秘密会议应予速记录音，不得公开，但经院会同意公开者不在此限。有关透过电视转播事项，编列预算交由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办理，不受电波频率不得租赁、借贷或转让之限制。议事转播应逐步提供同步听打或手语翻译等无障碍资讯服务，以保障身心障碍者平等参与政治或公共生活之权利。宣读完毕。第五条，照协商条文通过。委员王荣章等提案第15条之一不予增订。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三条，立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立法委员互选产生，其选举办法另定之。立法院院长、副院长不得担任政党职务，应本公平中立原则行使职权，维持立法院秩序，处理议事。第五条，立法院会议公开举行，必要时得开秘密会议。行政院院长或各部会首长得请开秘密会议。除秘密会议外，立法院应透过电视、网络等媒体通路，全程转播本院会议、委员会会议及党团协商实况，并应全程录影录音。秘密会议应予速记录音，不得公开，但经院会同意公开者不在此限。有关透过电视转播事项，编列预算交由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办理，不受电波频率不得租赁、借贷或转让之限制。议事转播应逐步提供同步听打或手语翻译等无障碍资讯服务，以保障身心障碍者平等参与政治或公共生活之权利。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立法院组织法第三条及第五条条文修正通过。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五案，证人保护法第14条条文修正案等两案。本案经第二会期第11次会议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本案因尚待协商，做以下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六案，国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案经第二会期第11次会议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本案因尚待协商，我们做以下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七案，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本案经第二会期第11次会议决议另定期处理。
本案应定于11月29日星期二上午继续协商，做以下决议，协商后提出本次会议处理。报告院会，本日会议议程所列讨论事项处理到此告一段落。11月29日星期二继续开会，现在休息。